我们即将踏上第三个阶梯。第三个阶梯爬上去呢，就到了瞭望台。一样，我还是喜欢走右边，比较反社会人格一点。这一个阶梯比前面两个已经是小 case， 非常的轻松简单。看，我的左手边就是瞭望台，高炸！现在瞭望台到了。今天的天气比较不是那么好。这边是高铁进出地方，进出的山洞。今天天气不好，看不到什么东西。我们继续过了瞭望台，第四个阶梯到了。下次看有没有比较好的天气，我拍瞭望台给大家看看。第四个阶梯到了，第四个阶梯比前面三个阶梯更是轻松。你刚爬了三个阶梯都觉得这阶梯真的是如同一块蛋糕那么轻松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走。